哎，凯莉，为什么你总是好像活力满满的？除了我每天都睡得很饱很饱之外呢，我也会在包包放入一些补给品，让自己随时的补充能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莉。最近《全明星运动会四》热烈的播出中，大家看到里面各种运动项目，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？虽然呢，我已经毕业很久了，但是我还是保持着运动的好习惯哦。最近甚至去学了空中瑜伽，然后就有网友看到我的分享，就私讯问我说：“哎，凯莉，为什么你总是好像活力满满的？”我告诉你，除了我每天都睡很饱很饱之外呢，我也会在包包放入一些补给品，让自己随时的补充能量。它呢，就是我最近在超商发现的，当盛香珍新推出的 Energy Pad 机能冻饮。我原本啊，只是想说买回家试试看，结果它好喝到让我把全部的口味都包回家。它的果汁口味非常的天然，相当好喝。它呢有莓果、荔枝、苹果、柳橙乳酸跟白葡萄，喝起来就像喝手摇饮跟甜点一样，有满满的幸福感觉。果冻喝起来呢滑滑嫩嫩的，而且水分很多。有一次我全部包回家，我的外公外婆还有表弟表妹通通过来跟我抢。最喜欢的就是乳酸口味，因为我觉得夏天喝酸酸甜甜的相当过瘾，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喝了两三包。而且它很方便哦，虽然冰冰喝更好喝，但其实常温就可以保存。还有呢，它的瓶盖可以关很紧，等于说如果你突然喝到一半要去忙了，你还可以放回包包，然后等忙完再继续喝。而且它喝完的时候啊，会这样子当真空包装，就算你突然找不到垃圾桶，先放包包也都没关系哦。像我有时候工作行程比较满，根本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喝活力充沛冻饮，让我快速的填饱肚子。运动过后呢，我觉得喝肠胃健康，它可以让我快速的补充体力，而且热量超低，不会让我刚刚的运动全部都白做喽。还有放假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看电影跟追剧了，这时候很常就是嘴馋啊，所以我都会喝精酿有神，它可以让我舒缓放松。看剧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吃太多小零食喽。除了口味多厚腻，重要的是呢，它的营养素非常的足，让我一整天除了工作还有运动上呢，都可以表现得非常专注。尤其是盛香珍出厂的品质把关，让我安心的使用，在这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Thank you.